大概咧係2013年開始咧去採訪，即係呢一個病嘅。咁然後咧就發覺，哇！原來佢個情況咧，同癌症或者同中風咧係完全唔同。呢個病咧嘅照顧時間好長，咁所以咧對照顧者嚟講咧，佢要經歷好多唔同嘅階段啊。去到佢中期，佢有各式各樣嘅情況出現，走失啊、食唔落啊，各樣各樣。最難過係早期佢腦退化，因為咧唔了解。唔明白，誒，佢自己又覺得係有問題，又嬲自己，咁我又嬲佢，咁咪應該大家都嬲咁咯。所以最難過咧係早幾年嗰時，因為我愛佢啊嘛。其實愛係好緊要嘅，真嘅真嘅。你唔愛嗰個人嘅時候，你係會覺得係辛苦。今日我哋嚟到中文大学，前校长高坤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嚟嘅，因为佢患上咗认知障碍症，系令到香港人对于呢个病嘅认识咧系增加咗好多。佢嘅照顾者高黄美云咧，佢亦都系高坤慈善基金咧嘅创办人。咁多年嚟咧，其实佢哋推动咗好多认知障碍症嘅服务啊。个基金出年咧就会10周年啦，咁所以佢有好多谂法。腦退化呢個病咧，照顧個時間好長好長，好長嘅10幾年都有嘅。同埋咧，佢係一路會變化嘅喎。佢初期點樣照顧，中期、晚期其實完全唔同。係。所以咧，其實最初佢可能會發脾氣，啲人成日話。最初係最辛苦嘅，你兩邊患者又唔明，照顧者又唔明，唔了解，咁咪我嬲你，你又嬲我咁。變咗越嚟越嬲，嗰時咪大聲鬧，冇拍鼻氣，冇打人都有嘅咯嚇。可以，所以最初譬如會唔會同校長都會有一啲發脾氣？點解你咁㗎咁樣？會嘅啦，因為我都嗰時都冇留意咧，係佢病係咁咯。唔係要好多人咧，我唔留意，唔好緊，你話佢特登做啊咁咯。咁我嗰時都係以為特登嘅，你唔知道廁所喺邊度咁。都係要呢個問題咯，你要了，你要慢慢先了解咧，係佢真嘅係冇記性。其實幾耐啊？呢段時間咧，唔清楚，估估下，唔知道嘅時候，其實幾耐啊？啊，初期咧3、4年到5年咁嘅拉長啊，因為咧普通人咧都冇記性嘅啦，到啦60、70歲都係個腦都係縮水啲咁，冇記性嘅啦，我覺得都係平常嘅。嗰陣時候，教授有冇試過走失噶？幾次？第一次咧就我哋坐叮叮車去咗北角嗰邊，咁就從清戚咁食飯，咁我就走嗰時清戚就去地鐵，我就去坐叮叮車，咁我以為佢就後邊，咁佢就去咗叮叮車，咁嗰個站咧望下佢埋我後邊啊，佢行咗過界喎，咁咯。但係有冇試過係佢直頭唔見咗？你唔喺你睇到咁樣噶？有幾次係咁點算啊？幾好一次咧，要認得佢，認得佢。哇！咁佢哋講佢聽話，我要揾太太。咁嗰個人問你太太邊度啊？唔知喎。咁嗰個人咧又聰明啲，知道我哋行嗰個天橋。咁佢話佢帶你太太揾得到唔啦。咁我認為嗰度已經行啦，行去揾佢咯，咪睇到佢咯。係咪因為大家認得出佢係校長啊？係嗰個都特得係，因為第二次咧都係去咗差館咯，個差館嗰個認得佢，咁打電話我中大打電話我咯。如果我知道自己有呢個病，我唔係完全即刻唔記得曬，喺我有陣時候我都會驚噶嘛。有咩説話可以安慰到，等佢冇咁驚，或者等佢容易啲接受自己可能嚟緊真係會。安慰嘅人唔同嘅，阿校長咧佢自己就唔中意傾，佢就當係。冇嘢啦，冇嘢啦，不過佢自己就知道有嘢咁咯。咁你話鼓勵佢，係咯，做嘢咁咯。我都唔知我點樣鼓勵佢咯。我錫下佢咁啦，錫多啲佢咁啦，安慰佢啦嚇。所以多啲 body touch， 可能多啲攬佢。我就會訪問多啲攞住佢手咁 ，OK 咁樣，要多啲 massage， 多啲按摩佢咯嚇。我有好多嗰啲仔女咧。佢話真係多啲攬佢，多啲錫佢。佢話我成世都未錫過我爸爸，即係當然 B B 嗰時有啦。
但係呢個因為呢個病好，我可以攬住佢，卜一聲俾一個大大嘅 kiss 俾佢，好深嘅喎，佢哋即刻笑嘅喎，係喎。咁啊，所以我話，如果你先係好食嗰人咧，你要仲易啲湊佢，咁佢要開心啲嘅。老麦子，你今日几好嘛？吓，今日几好嘛？唔好挂住瞓啦，好冇？而家系体验佢咁，真系退化落去啦，就即系有啲唔开心啦。点解？嗰阵时佢识得闹我，而家唔闹我。媽媽唔記得我哋好多年啦，已經。我對於呢啲嘢，我又唔係真係，從來我唔會睇得到咁重。我嘅責任就係喺而家呢刻，我係照顧你嘅啫。將來先算啦。有啲顏色啊嘛，唔好咁孤咁，做人都已經夠單調噶啦。洗手未啊？洗咗。以前我哋喺一邊食，一邊可以談天說地，咁但係而家你再同佢講乜嘢，佢都冇翻個反應俾翻你，咁啊是但啦，食飽就算啦。而家食飯我只係覺得係一個工作啩。以前佢唔會搞呢啲嘢，唔知點解佢係而家係好中意啊！可以講話係真係，俾佢自己有個寄託咯。佢可以認翻啲字。有病之後係佢個性格啊、嗜好啊、飲食係完全係改變曬嘅，完完全全改變曬。死咯，唔見咗喎！係咪呢一忽嘅？我湊一個小朋友啊，佢我可能湊到佢五歲六歲，佢會成長，佢會識得自己照顧自己，但係佢呢啲唔會咯。今朝先正，我先正俾佢玩完嚟。咁我平日咧，我好正常係好規律咁樣擺，佢咧就將我呢一個咧就排到好齊整，就將呢度所有嘅嘢咧就同我搬曬落嚟。啊，小朋友，佢本來已經係咁噶嘛，佢無端端將我搬錯曬。過年啦，咁啊會要封利是啦，咁但係唔知點解會幫我收咗入去啫嘛。啊，如果我嗰日隨手係當一個唔要嘅紙盒掉鬼咗咧，咁我就大件事啦，因為萬幾蚊啊。喂，聽到我講咩？咩尋寶嘛？尋咩寶咧？請問？啊你尋到寶嘛？我都唔知係咩事發生。當其時會好嬲，真係會好嬲，有啲嘢係會令到我好嬲。咁但係回轉頭想翻嘅時候，就會覺得係好好笑咯，好開心咯。即係我會用開心嘅眼光去睇呢件事咯。世界上啲嘢冇話解決唔到嘅，我成日始終一句都話世上無難事啦，只要夾硬嚟啫，唔得咪慢慢嚟咯。我啱翻嚟啦，你唔好行啦，只腳，好冇？因為大家係鄰居。咁我每一朝早行山咧，我都會同佢打個招呼，即大家一個問候，知道佢安全咁樣樣嘅啫。早晨啦，早晨。
佢開始發病，咁我跟住就係同佢去做運動嚟，咁樣一直 keep 住咯。每一招咁行就係希望佢啲筋骨會好啲啦，啲血液嘅循環得好啲啦。初期咧就係好攰啊，咁漸漸漸漸好似一無對事咁。熱唔熱啦？熱得出聲啊！我冇諗得到話，唉，點解阿媽又咁，佢又咁咧？咁我只係唯一一樣好開心嘅就係話，哦，兩個都係咁幾好啊！同佢出街咁樣，咁我話咧，你兩個拖住啦，你喺我前邊，我喺後邊睇到你，佢兩個就話我哋拍拖啦咁。即係翻嚟中心呢度嘅時候咧，佢成日都係嗌要嗌走，要嗌翻屋企，咁真係搞唔到啦。咁有一日我路過下邊街市，望到一個咁樣嘅 B B， 咁我覺得。可能媽媽係因為佢一向都係湊 B B 咁，所以我就諗下可唔可以用呢個方法嚟俾佢喺呢度安定啲。再見到佢咧，佢就會話：你睇下佢啊，啊笑緊啊，佢又做乜做乜啊，係好開心㗎。阿媽真係見住佢。之前啊，媽媽會行會走嗰時候，我哋係好開心嘅。我未聽過我阿媽會唱歌會吹口哨，喺呢度竟然間唔知點解會學曉呢兩樣嘢。阿雪梅是一個很正面、好積極的照顧者啦。佢媽媽好，照顧丈夫好，佢都不會覺得即係一個艱巨任務，不會怕辛苦嘅。咁佢覺得佢係佢自己應有的使命。我即係進一步，如果真係要插胃喉的話，我哋會點做呢？就我話嗰喺醫院的時候咧，真係綁過嚟㗎。有個洗手巾，佢搭上嗰個就要插一高咯。要踏上，大家嘅互相幫忙啦，吸收大家嘅經驗咯，就唔係話係，因為自己都試過茫無頭緒嗰一刻，咁唔希望佢行多咗嘅冤枉路咯，可以咁講，行冤枉路真係好慘噶。有陣時出邊唔係有呢個病嘅人咧，係唔明白照顧佢哋，哦，原來。真係好似考智慧咁樣樣嘅，咁啊，希望佢哋可以舒緩一下。係啊，呢個我又講下綁被綁嗰個心靈路程咧。其實我諗佢哋都要首先要明白，可能真係要認識呢個認知障礙症嗰個病理啊，佢個發展啊，個病情個變化咁樣咯。咁佢哋要做啲裝備好自己，認識多啲。咁就算到日後嗰個真係病人個患者，佢嗰個即係真係慢慢轉差嘅時候，佢哋都唔會無所適從咯。咁佢哋可以及早去即係令到自己可以準備好做好呢個照顧工作。我就真係到現在為止，我都未覺得忙，未覺得攰。只不過就係話，已經習慣咗呢十幾年呢個模式啦。咁如果有一日佢走先過我，我諗我會幾唔開心咯。我諗，反而我會嗰陣時可能要去適應咯。反而我諗我會。香港有大约20间专门提供认知障碍治疗的日间中心，这些中心自负盈亏，为患者提供非药物的治疗。照顾者除了可以借此休息一下或者安心工作之外，不少机构都会提供支援给照顾者。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自活计划提供上门的认知障碍评估，又会为照顾者讲解有关认知障碍的行为和心理症状，教他们照顾的技巧。他们更加提供全港性的到户服务，并且建立支援患者的社区生活环境。回家易的计划就让患者可以留宿长达42日。职业治疗师会提供家居改善的建议，家人就可以做好准备接患者回家。无望我家居生活指导服务招募中年或者退休人士，接受有系统的认知障碍症培训。计划由专业医护培训生活指导员，两名指导员一起上门服务，再将技巧传授给家人。认知障碍症以前叫老人痴呆症的，梗系唔好听啦。所以咧，奇志源后来就有个改名的活动，咁嗰时有人建议咧系叫高坤症的，不过最后咧，佢哋就拣咗脑退化。而高太咧，仲系嗰阵时候的颁奖嘉宾嚟嘅。高太，我覺得我哋要同你講翻聲多謝，即係校長由佢
大家知道佢有呢個病，去到咧其實好緊要嘅工作係你成立咗個慈善基金會，其實推動咗好多事情。所以我哋嗰時咧，許志錦咧，佢覺得冇人幫我，冇人聽過呢個症，醫生都話：喂，香港呢度冇嘅喎。係西人先有啩咁咯，不過嗰時咧老人家咧就未咁長命，咁可能咧就係少啲人，不過都有嘅。無論你係中風啦，你柏金遜啦，佢都可以 mix 埋一齊喺一個日間中心嗰度。點解你覺得一定要有特別嘅服務嘅？因為嗰啲人要 power 嗰啲人咧，佢哋 no hands on。他們都未去過，他去看這些visit這些中心呢，咁 10 minutes， 他都唔係成日咧對住呢啲人，他都唔係好了解呢啲名服務需要嘅，所以咧咪好慢。我哋知道政府咧乜嘢都係好慢嘅啦，咁佢更加慢啦。我哋最熟悉基金會嘅工作咧，其實嗰架流動車，因為嗰架車咧橙色好鮮色，然後又校咗好大幅相喺架車度。點解最初有嗰架車嘅諗法嘅？因為咧，我喺1970嗰時嘅時代咧翻咗嚟嘅校長翻嚟，佢教書咧喺中文大學。嗰時咧，我就跟住紅十字會做嘢。咁我知道紅十字會要嗰啲大車咁每個區行咁，因為嗰時咧。鼓勵啲人捐血都唔係容易啊！啲人又唔肯捐血啊，等等啊，咁都係要幾架車咁要去，咁每個區去咁要鼓勵啲人出嚟。咁我哋諗下，要個車咁都係每個區去咁鼓勵啲人出嚟喎咁。我嗰時候去睇嗰啲車咧，我見到好多老人家自己去排隊去做，因為佢其實佢可能有驚自己，哎呀，佢可能自己知，不過佢唔想俾仔女知。咁所以咧，有架車喺度咧，佢就可以靜靜地唔話俾人聽，佢就去排隊做下測試，睇下有冇事先咁樣。因為你普通唔容易特登去個日間中心，佢未必識路去。咁你好似去到又好似要好大勇氣，好似你有事你先去揾。但係流動車咧，佢就感覺安心啲。嘿，架車停咗喺樓下驗下嘛，當即係當量血壓，免費係啦，免費我咪當知下咯。我又唔使俾其他人知道，知道咦個分我又唔使俾人知道，我就見到好多人就會啊，咁我就去查一下啦。所以其實佢幫到好多人去做嗰個第一步嘅測試。所以咧，咦佢嗰個屋企人咧，咪覺得嗰個老人家亂盡啦，又唔知道係嗰度，咁佢。要去上嘅車嗰度，要可以解明佢你嘅阿伯伯咧，就係要呢個腦退化咯。你要點樣小心啲啊？點樣鼓勵佢做呢啲嘢、嗰啲嘢咁啊？就可能要評估咁啊。就初期嗰時要啲藥食嘅，不過咧都唔係醫得到佢嘅。不過咧就嗰啲藥咧，佢希望咧就慢啲退化咁咯。所以咧，你又係要評估咁，醫生先肯寫藥俾你，咁嗰次咧要排隊好耐嘅，咁我就喺車嗰度可以都俾佢知道，佢可以介紹下佢點樣行法咁咯。嗰陣時候個病仲係叫做老人痴呆症，咁大家係攞嚟開玩笑嘅，攞住你笑，你老人痴呆啊咁樣，即係嗰陣時候呢個名咧係好肉酸，同埋大家覺得。是不是人老了就是這樣呢？連他是不是一個病都不是很認識的。但後來呢，你其實是那時候有份頒獎呢，就是這個病是改名做腦退化的。那時候覺得改了名有什麼不同了？找到人明白這個是個病症，不是說個老人家痴線了，他那時候以為腦是這樣痴線的，他就不是，那個老人家他沒有辦法，唔係話特登做噶啦，咁係個病又冇得醫啦，所以咧都係要多啲講嗰時咧，先啲人瞭解呢個症咯。所以佢就係去知咧，出聲啦嚇。2019係我哋結咗婚69年，都掛住佢，我好開心咧。佢走咗咧，仲係要工作做得到。高太咧，佢喺照顧嘅時候咧，佢好明白自己嗰個情緒咧，佢唔會讓自己好屈住啊，成調翻轉咧。譬如佢會成立基金會，
佢唔淨止照顧佢先生，佢係推動埋咧成個香港咧，迫使令到政府又好，令到唔同嘅社福機構咧去增加服務。佢其實係一個咧好有力量嘅人嚟嘅。我哋希望咧啲人多啲睇佢嘅車咧，要認得嘅高教授，要知道佢都係成日都係笑容容咁，都唔係留人嘅。希望咧嘅社會咧多啲瞭解，就唔好歧視老人家。